们倒忘记了。嗯，我倒想不起来。我这样子好吗？我把个照片拿来给你们看看。好好好。拿照片干嘛？他拿了个小金条，王瑶。不是，哎不，一个给人家看，哦啊、这给人家看，反过来。这个是生他的那个医院里，特为把我们翻了以前的老病例翻出来做了一个金角。我妈，我生下来这个角就这么一点大吗？我说是的呀，你不相信啊？就这么大呀。他说啊，这么一点点大。他说，其实他的房间里面，他就把这个照片就挂在自己的床头，自己的床头，他就把这个照片挂在那个床头。他很喜欢。